武当白石，领教高招。哼，识字辈的，我相信不会令我失望吧？你是谁？武当弟子。听说武当派只有一个女弟子，龙婉儿就是你。不错。 阁下是，无敌门公孙弘啊，白虎堂堂主。阁下不远千里而来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奉师命上武当送礼物给青松。放肆！我们掌门师傅的名字是你乱叫的吗？师兄，他们来送礼物给师傅，我们不应该这么无礼。师姐，他们一定要带剑上山，我们怎么可以破例呢？这就是阁下不对了。解剑规矩，自三峰祖师开山，我武当已经有这条例。<笑>笑话，我七岁学剑，12岁拿剑杀人。 青松在哪里？放肆！本派掌门是什么身份，竟敢如此无礼！哼！客人已经进来，主人还不出来，这才无礼。快叫青松出来！掌门到。你就是青松。贫道正是。阁下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20年前沙湖口一战，你输给我师父；10年前雁荡一战，你又输了。 这件事你还记不记得？武当无敌10年一战，贫道自然知道。现在距离10年之战已近，师傅怀疑你不敢应战，所以吩咐我送份礼给你。啊，肚兜？什么意思？师傅说，如果你不敢应战，就解散武当。然后兜着这件红肚兜退出江湖。就是。 独孤无敌，简直目中无人！你回去告诉无敌，贫道一定一冤赴会。这个，你拿回去。哼，慢点！解剑规矩是本派开山祖师定下，几百年来无人非议，也没有人敢不加以遵守。你走吧。哼！ 师弟，你来找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今天无敌门的公孙弘送了一件红兜兜来，可恶！是不是为了9月初9观日峰之战？是的，独孤无敌大言不惭，叫小弟解散武当，退出江湖。独孤无敌真是太狂妄！近年来，无敌门一直在招兵买马，扩张势力，加上少林，少林中落，峨眉人才凋零，难怪独孤无敌。 目中无人，师弟，听你说话的口气，似乎对重九之战缺乏必胜的信心。师兄，20年来我两次败在他的手下，我的确是锐气全消。难道你认为10年的苦练是白费的吗？除非独孤无敌的魔功还是停留在第5重，那我就有信心取胜。你是怕独孤无敌已经炼至第7重？ 不错。 Thank you.
鸡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化八卦。师弟，你的两仪剑法已经登峰造极，无敌的灭绝魔功如果在第六重的话，你就可以稳超圣卷。如果已经练到第七重呢？就算他练到第七重，你取胜也绝无问题。师兄，这是小弟担心如果我再输了。高手对敌，功力、招数、天时、环境、信心都会影响胜负的。你未打先却，你已经输了一筹了。小弟知道，这一战你放心去吧。干什么？怎么不出声啊？昨天你在执法堂替我说好话，所以我特别弄了一锅粥给你吃。你不用谢我，我没帮你什么。哎，我这锅粥熬了很久了，趁这儿吃吧。谢谢你了，替我拿进去好吗？好。你送粥给我可以大大方方，为什么鬼鬼祟祟的？我不好意思见你。为什么？你平时教我怎么做人，我还是令你失望。那你就应该争一口气，不要再让师兄们欺负你了。我知道了。掌门人下山。谢谢你的粥，你去挑水吧。勤练武功。住持，弟子想跟你说句话。你说吧。弟子希望您打赢回来。十年后的今天，天下英雄只剩下了你我。过了今天，我会更寂寞。高处不胜寒，一个人到了某一地步，难免会感到寂寞。不管怎么样，无敌门与武当派的恩怨今天也应该了结了。轻松，武当派的事你都交代好了吗？没有。武当百年基业没有了青松，一样会发扬光大。哦，是吗？请，你请。
用兵器吧。已经练到第八重，你还想不想打？不必了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好，这次我一样不杀你，再给你两年的时间，在这两年之内，如果武当还是没有人能够打败我独孤无敌，我会亲自上武当，到时格杀无论。哈哈哈哈门主，青松三人行踪，属下经以飞鸽传书，严密监视，等候指示。属下诸将堂已经准备妥当，一有命令就可以立刻行动追杀青松。玄武堂堂主，门主请吩咐。传我的携手令，凡本门弟子门徒，不得伤害青松，违令者斩。爹，师父。哎，我独孤无敌绝不乘人之危，被人笑话。门主真是宅心仁厚，气度过人啊。武林霸主，门主真是当之无愧。我要在两年之内在闭门练功，我练功期间，凡我本门弟子不得惹是生非。属下遵命。退下。是。爹，青松竟然身受重伤，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，斩草除根呢？我跟青松十年一战，三战三胜，为何还不将武当铲除？当然是有原因。师父，什么原因？因为武当还有个燕冲天。燕冲天？爹，他是什么人？青松的师兄。在20年前，燕冲天是武当第一高手，他一直在武当山苦练天蚕功。天蚕功？我们无敌门先祖师一直都是败于天蚕功之下。那青松呢？他当然没有练成。我想天蚕功未必个个人都可以练成的，燕冲天练了20年，就算还没有练成，火候也差不多了。这么说，燕冲天一天不死，我们无敌门岂不是不能够称霸武林？这只不过是两年之间的事，两年之后我的灭绝神功一定可以达到第九重，到时候燕冲天他也难免一死。三位客官，请问用饭还是住店呢？我们住店。啊，请跟我来。携手令，无敌门的人
不必鬼鬼祟祟，出来吧。大哥，我们还是避一避。不要怕，你去找姑娘。独孤无敌跟贫道有两年之约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门主已经改变主意，早点送你上西天。但是用不着你管。你们乘人之危以众凌寡，我傅玉书不能不管。傅老弟，这件事会连累你，你最好不要管。妹妹，走。娘，娘，妹妹。关日峰之战，弟子无能，又败在独孤无敌的手下，有辱师门，特来请罪。哎，师兄啊，这30年来连这一次已经是第3次在祖师面前请罪了。您屡战屡败，我真担心武当的安危。哎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好在主持可以平安回来，日后还可以重整旗鼓嘛。啊，无敌出尔反尔，本来许诺2年的时间，可是又在半途杀我。幸亏这位傅玉书少侠，他不顾家人的性命安危，拼死相救，我才得以平安回山。无敌门乘人之危，掌门乃是一代名门之主，我傅玉书就是拼了性命也值得。傅少侠所为，伦婉儿佩服。过奖。请问傅少侠今后有何打算？傅玉书已经家破人亡，一切由掌门安排吧。好。武当正是用人之时，本座决定破例收傅玉书为入室弟子。傅玉书拜见师父。师姐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藏了什么在后面？拿出来，快拿出来！这个香囊从哪偷的？不是偷的，不是偷的，你快说是谁的？是我的。这就奇怪了，这个香囊是你的，可我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。这还用说吗？师姐，一定是他偷的。对呀，不学好做贼，送去芝麻堂。为什么？送去芝麻堂。对对对，师姐，你听我说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这还有封信呢。信，去去去。云飞扬，你不干好事啊！跟我去执法堂。云飞扬，云飞扬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跪下！
请执法长老开恩。两位执法师叔，云飞扬到底写些什么？师妹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看。哎，这封信本来是写给他的，他应该看啊。哎，对，陆婉儿，你念出来给大家听听。不要。云飞扬，你有种写情信，没有种给人看的。对啊，你念出来吧。哎，陆婉儿，哎，大声的念出来。婉儿妹，一月不见，如隔三春。三春。哎，师妹，你念错了，是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。不会写这画图画吗，笨蛋。大家不要吵，继续念。招待思念，寝食难忘，媚猫如花，青鸭娴熟，香包记忆问媚知。你没念错吧？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我是照写的念的。哎，两位师叔，这封信是云飞扬写的，要清楚，叫他念呢。好，念。喂，听见没有？赶快大点声念出来。婉儿妹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朝夕思念，寝食难忘，媚貌如花，清雅娴熟，香包记忆问媚知。云飞扬。嗨，哎，云飞扬，我真佩服你，你胆子大，脸皮也够厚。不过，就算你有心呐、啊，我们师妹也未必对你有意啊。把香囊还给师姐。是，快点。师姐，请你原谅。不要了。云飞扬，弟子知罪。你屡犯戒条，一定要重罚。从明天开始，云飞扬，罚你挑水一年，一边挑水一边背本派的戒条。你要好好记住，遵命悔改。弟子领罪。站住！站住！云飞扬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求见主持。什么人在大吵大闹？弟子云飞扬拜见主持。云飞扬，你不分尊卑，以下犯上。长君母亲，你们先出去。是。云飞扬，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主持，弟子受尽委屈，实在受不住了。你说的是哪一方面呢？弟子随您来武当想学武功，可是几年以来我只是背着靶子走来走去，师兄们根本就不射靶子，全都射到我的身上，万一我避不开，那就难逃劫数，死在暗器之下。你现在不是活得很好吗？这是弟子运气好，但是一个人的运气不会永远都那么好的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须劳其筋骨，就拿是火把来说，是训练一个人的应变。那师兄整天叫我狗杂种，这种侮辱也是训练吗？以后我会吩咐他们，叫他们善待于你。执法堂两位师叔处事糊涂，不分是非黑白。如果主持有三长两短，将来本门四分五裂。住口！弟子是为了武当设想。我要你明白一件事：你只是一个下属，我武当派怎么样，也用不着你多事。这没有你的事了，出去。弟子告退。你只是一个下属，我武当派怎么样，也用不着你多事。云飞扬，狗杂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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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飞扬。师父，为什么我到你身边七尺你还不知道呢？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你有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你又让人欺负了，是不是掌门人还不答应教你武功啊？我不稀罕做他徒弟，他教出来的徒弟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总有一天要他知道我云飞扬不好欺负。飞扬，
我希望你不会忘记你答应过我的话，当你武功未练成之前，不要让人知道你有一身的武艺。弟子知道。风卷残云，狂风扫月。师弟，是不是弹得很难听？啊？好，好听。你根本没听到。好，飞扬兄还没休息。傅师兄，师姐，真对不起。看你失魂落魄的，还不快点收拾干净？哦。我再煮一碗给你。你喜欢煮就去煮吧，我不吃。我看他很喜欢你嘛。他是自作多情。明儿见。师弟，我这招跟独孤无敌的灭绝魔功第八重要是比起来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师兄这掌该胜半筹。听师叔这么说，独孤无敌岂不是敌不过师父？虽然独孤无敌胜了我三次，但对我武当不敢轻举妄动，全凭师兄的天蚕功。师弟，你再看我这招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间你的内劲全部都失掉了？我也不明白，自从练了天蚕功之后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天蚕功，这次可真是作茧自缚，不练也罢。师弟。王二，这件事儿千万不能泄露出去，要是给无敌门知道我的内功有问题，他们会即刻灭我武当的。师兄，现在我的功力只剩下四成，两年之后最多只能恢复七成，你叫我如何对抗独孤无敌灭绝魔功第八重呢？难道真是天王武当？啊，师父，师叔，不如我们选出六个有潜质的弟子传授六绝，加上弟子合成北斗七星阵，在这两年之内勤加苦练，或者可以应付独孤无敌。好办法，不过六绝一向只传授掌门人，
为了武当的存亡，也不要顾虑那么多。但是所有弟子之中，只有金石、玉石、白石、姚峰、谢平五人较为可取，还是差了一个。师叔，您觉得傅玉书好吗？不错，傅玉书潜质只在五人之上，又有正义之心，这是最佳人选，只恐有人不服啊。只要能够挽救武当，不要顾虑太多。金石在，玉石在，白石在，谢平在，姚峰在，傅玉书在。本座决定选取你们六人，分别练习六绝，同心协力抵抗无敌门。你们一定要全心苦练，明年的今天跟本座一较高下，武功最高的人将会是本门第27代掌门人。玉石练锁头枪。啊，白石练拔罐棍。谢平练伏虎拳。金石练游龙掌。姚峰练开山刀。傅玉树练两仪剑法。枪法练得不错了，不过还差火候，要下苦功再练。是师父。哼，到底是谁伪造携手令，冒充无敌门杀害青松？一定是武当仇家，要杀青松，趁机嫁祸无敌门。青龙堂白虎堂堂主，属下在。发生事的安乐客栈一向是你们俩管辖，这件事应该有个交代。据属下查得，当日被青松杀死的本门四门门下弟子全部都是假冒的，另外有三男一女让一个叫傅玉书的人打走了。姓傅的为了救青松，他自己的母亲妹妹都给假冒本门的人全部杀死了。傅玉书这个人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。你们有没有查过傅玉书这个人的背景？根据属下所得报告，傅玉书已随青松上了武当山。他的身份虽然没有查到，但是属下查出他母亲跟妹妹是来自一家妓院。哦，牡丹堂主，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属下已将他们带回来，等候查问。好，立刻带进来。走，走。你们俩跟傅玉书什么关系？说。我们只不过是百花楼的保姆和姑娘，谁是傅玉书我们根本不认识。哼，那安乐客栈的事怎么回事？是有一个客人给我们一大笔钱，叫我们这样做的。师兄，照这么说，杀青松救青松的一帮人可能都是傅玉书同伙。对，傅玉书这么做一定有阴谋。师妹，这事要不要禀明师父？爹在闭关练功，我看不必再去惊动他老人家，不如我们立刻上武当一趟，找青松，要他把傅玉书交出来。师妹，我们就去。有人闯山的，有人闯山的。你们听着，快把傅玉书交出来，不然就铲平武当。哼，你们无敌门不守信用，暗算我们主持，现在还好意思来咬人。这件事的始末一定要傅玉书出来才可以交代清楚，你们交不交人？傅玉书在此，两位找我有何指教？你就是傅玉书？不错，杀无敌门的人就是我。好，傅玉书，跟我回无敌门算清这笔账。放肆，武当的人是你们可以随便带走的吗？
你们不放人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七星剑阵。好，停了，住了。这是天下第一奇阵，我们小心点。快走！哼，就是龙缠虎穴也要闯。这个阵果然不同凡响。这个阵一发不可收拾，经过七七四十九招，他们俩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快得走！天罗地网！把他推下，放他们下山。师父，他们是无敌门的人，怎么可以放他们走呢？两位趁武当派的人没来，你们快点走吧。多谢大侠相救，请大侠露相，无敌门一定会报答的。我救你们并非要你们报答，告辞。哎呀，师妹你没事吧？是他。大侠既然已经露相，请问高姓大名？云飞扬。师妹我们走。属下参见少谷主。云飞扬的身世你们查到没有？已经查到了，他原来是20年前轻松跟一个姓云的女孩子的私生子。怪不得青松晚上偷偷教他武功而不敢相认。少谷主是不是想先铲除他？不用，我已经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。按武当的规矩，天蚕诀只能传给掌门。我要杀燕冲天也要学天蚕功，所以我首先要杀青松。少谷主，掌门的继承权好像有金石玉石跟你争呢。哼，那就连他们两个也一块杀。你们今晚马上动手。是。
的命。什么人下的毒手？凤菊。什么凤菊？在柜子里头。记住，把凤菊交给无敌门的沈曼君。无敌门的沈曼君。飞扬，你要加紧练。云飞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主持他。师叔。掌门师叔被人杀死了。师兄。主持。师姐，知不知道是谁杀死师父的？我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只看见云飞扬一个人在这儿。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两位执法师叔，跟我没关系，不关我的事。不关你的事，你的手上怎么会有血？他手上还拿着杀死师父的暗器。你们听我说，人证物证都有，你还想赖吗？把这个叛逆捆起来，到门规处置。请大家冷静点，两位执法师叔，云飞扬根本不懂武功，怎么可能杀死掌门师叔呢？云飞扬，你的武功是哪儿学的？别让他跑了。偷学本门绝艺，又谋杀掌门，是谁主使你的？我没有杀害掌门。把这个叛逆逮住，生死不论。师姐，对不住了。真是师门不幸，想不到20年前来了一个火头工人，20年后又来了一个杂役，一样弄得武当天翻地覆。师伯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照我说，应该选一个新的掌门支撑大局。不错，现在强敌在前，不能阵脚大乱。本门武功最好的金石玉石都先后惨死，再有就是武德兼优的傅玉书了。师父，玉书他……你别多嘴。傅玉书，你愿没愿意抛开儿女私情，出家入道，继任掌门？为免武当百年基业毁于一旦，弟子甘愿牺牲一切，挽救武当。这件事就好比琴断了弦。师父，何必偏偏选中他？师父并没有强迫玉书，在你青松师叔未死之前，他就表明了心迹，为了武当，他甘愿牺牲一切。可是我……他深明大义，如果你喜欢他，就应该成全他。既然如此，婉儿只好终身不嫁。好，你早点休息。师父，别提了，这个人呐，他是耳后见腮，贼眉鼠眼的，天生的一副凡骨相啊。他这次做出这件事来，证明我没有看错相啊。这么说你的神算术真是灵啊？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我怎么称得上是神算一声雷呢？我还告诉你们呢，其实我早就算出武当有难，可惜我来迟了一步。天意，天意。给我算算看看，我要给我算算看看。哎，行行，准备钱，准备钱，排队排队。当着人，当着人。云飞扬，你跑不了了，快点给我们回武当山认罪。三位师兄，师父不是我杀的，他还想来，杀了他！哎，撤！哎，云扬！哎，哎，哎，云扬！哎，哎，撤！小姐，这是我们武当的事，你最好别理。上次你闯七星剑阵救了我，我现在应该帮助你。云飞扬，原来擅自放走他跟公孙弘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你。你到底跟无敌门什么关系？那还用说吗？一定是无敌门派来卧底的。三位师兄请不要误会，我……哎，你不用怕他们，天大的事算在我无敌门的账上。喂，你们三个听着，他现在受无敌门的保护，想抓他先过我这关啊。云飞扬，今天暂时先放过你，我们走。哼！哎，云飞扬，云飞扬，云飞扬，请留步。现在你打算到哪去？我也不知道。天下之大，似乎没我容身之地。你没有家？没有。那你父母呢？在我出世没多久也去世了。原来你是个孤儿。我自小被人送上武当，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，最后还冤枉我说我是杀死主持的叛徒。
云飞扬，照情景看，武当派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不如你先跟我回无敌门，叫我爹保护你。不行，如果我跟你去，他们更会认为我是叛徒。我是出自一片好意，起码这样做可以保全你的性命。等查出杀青松的真凶，再洗脱罪名也不晚。飞扬，你拿着这块凤诀去无敌门找沈曼君。云飞扬，你可以先考虑清楚，我不会勉强你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嗯。天蚕诀是师祖枯木在70年前所练成的神功，也是本派镇山之宝。20年前，碧罗富的天帝曾经混入我们武当做火头工人，目的就是要偷这本天蚕诀。他偷走了没有？他潜入修真阁，当场被我废了他的武功，困死在寒潭。哦，碧罗富不是好像已经没落了吗？现在武当面临的强敌只剩下一个独孤无敌，武当能否长存，就看你能否领略到天蚕功的真谛。哎，师伯，你练的天蚕神功内功时有时无，毛病到底在哪儿呢？你看看最后一页。最高境界兼于难。哎，师伯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我要是能够明白，早就练成天蚕神功了。玉树，以你的才智，一定可以领略到天蚕功的真谛。是，弟子一定尽力而为。相见如不见，见又如何，不见又如何。娘，凤儿，小姐，娘，凤儿，你又偷偷到我这儿来，小心让你爹知道。爹在闭关练功，就快出来了。我如果不来看你，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其实我一样在想念着你。我真不明白，爹为什么要把你困在这儿，偏偏要把我们分开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提这件事。娘，你好像刚刚哭过。是的，为了一个死去的朋友。云飞扬，这儿是禁地，你怎么可以乱闯？我，凤儿，他就是云飞扬。是，他就是被怀疑在武当山杀死青松的云飞扬。云飞扬，你竟敢大逆不道，杀死自己亲生的爹！夫人，你说什么？青松是我爹？这件事难怪青松瞒着你。20年前，青松跟一个姓云的女孩子有了私情，结果就生下了你。但是青松为了做武当的掌门，不能将这件事公开，所以你就跟你娘姓云。难怪他一直蒙着脸教我武功。对了，夫人，冒失的问一声，您是不是沈曼君？是的。我爹临死的时候叫我把这块玉佩交给您。是凤诀。娘，你和青松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送玉佩给你？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回答。爹，独孤无敌，以前的事还提他干什么？娘，爹，娘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你要打他？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独孤无敌，住嘴！你的亲生父亲不是我，是青松。啊，娘。是真的吗？沈曼君，这些见不得人的事还是由你自己来讲吧。20年前，武当与无敌门10年一战，青松败在独孤无敌的灭绝魔功手下，负伤落荒而逃。想不到他竟然跑到碧涛轩来。当时我恨无敌练灭绝魔功而失去了性能力，决心跟他斗气。他
要杀的人，我偏偏把他救活，所以就将青松留在毕涛轩细心照顾。想不到我们朝夕相对，竟然日久生情。我们虽然互相爱慕，可是都一直以礼相待。可恨的是，无敌不但不来看我，还说要去打遍天下，若不能称雄就不回来。我经不起寂寞，终日借酒消愁，终于在酒醉之中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，结果有了凤儿你。这二十年来，我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这个耻辱，只可惜三次都放过了青松，最后也不是死在我的手上。哼，独孤门主，我爹已经去世了，如果门主一定要追究，我云飞扬愿意承担一切。有种，我今天就废了你，让你永远记住这么多年来青松给我的耻辱。云飞扬，请你尽管使出你的生平所学。门主不必客气，请。哼，以我的身份跟你交手，一定会被江湖上的朋友取笑，兵器任你挑选。门主既然想空手指教，云飞扬也不想占便宜。全给废了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先带他离开这里，再想办法救他。嗯，娘，已经一天一夜了，大哥到底有没有救？我已将全身真气灌入他体内。有没有救，就要看他自己了。大哥，不要动他。娘，大哥他怎么会这样？他中的魔宫的毒已经被我逼出来了。那大哥怎么还不醒呢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通他任督二脉，冲破生死关头再说。Thank you.
少谷主，云飞扬已经被独孤无敌废了武功。死了没有？没有，听说被沈曼君母女救走，下落不明。此书内记剑士十三式，是为迷踪剑影与天蚕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为阴狠绝毒，恐有伤天理，弃之又可惜，藏天蚕诀中记住天意，留赠有缘枯木道人。有人闯进大殿，来人呐！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四位闯武当，杀我弟子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叫燕冲天滚出来！我们要跟他算一笔旧账，要不然你们就会跟他一样。主持。住手！师父，放我！四位高人，我燕冲天跟你们有什么仇？为什么杀我武当掌门？燕冲天，你还记不记得碧落赋的天地？天地？难道你们是逍遥谷四大护法风雷雨电？不错，我们今天就是为天地报仇。当年天地潜入我武当，抽取天蚕诀，被老夫所擒，困死寒潭，他是罪有应得。你们报的是什么仇？少废话，燕冲天，你是自己了断还是要我们动手？放肆！上上，全都给我退出去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掌门死了！死了！你说。天地就是我爷爷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婉儿，为了替爷爷报仇，为了碧落赋重出江湖，我没办法不这么做。傅雨叔，掌门师叔是不是你杀的？不错，青松、金石、玉石全都是我杀的。好，大家上，杀死这个叛徒！上！为什么不杀啊？慢着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们哪个归顺我，全都给我滚进来！不要乱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不要乱！干什么？哎，适者生存，生命可贵。说的对，咱们也过去吧。干什么？你们要我动手，还是自己了断？武当列祖列宗，武当有难，弟子等挽救无力，唯有殉死，望祖师保佑，早日根除奸贼。重振武当声威。傅玉树，你今天放了我，你一定会后悔。不用追了，放他走。
你们听着，以后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入这个大殿。谁敢擅自下山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独孤凤，你是什么人？武当罗婉儿。云飞扬，呆的。独孤小姐，云飞扬他被我爹废了武功，已经昏迷了七天。我娘在这里用尽沈家的内功给他医治，你最好不要惊动他。他终于醒了，云飞扬。娘。这是哪儿？云飞扬。师姐。你怎么样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娘她为了救你，把她毕生的内力全都灌注给你了。夫人再生之恩，云飞扬没齿难忘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再运气调息几个时辰就没事了。现在武当山上只剩下一帮贪生怕死之徒，其他死的死，走的走。傅玉书，我云飞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云飞扬，你去哪儿？我要上武当杀死这不义之徒。以你目前的武功，只有去送死。大哥，龙姑娘，你们进来。云飞扬，当年你父亲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知道我沈家以内功为重，但是一直都不明白天蚕神功的奥秘，所以就将手抄本交给了我。天蚕功，他希望我能够领悟其中的关键。这二十年来，我终于领会到必须要三阴会阳才能够发挥出天蚕功的最高境界。三阴会阳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。现在由凤儿按照书中的基本招式做一次，你留神看着。练天蚕功的人一定要童男，更需要废弃本身拥有的武功，再加上三女之阴气灌入体内，以求阴阳交汇，然后进入冬眠状态而重生，否则就会功亏一篑，甚至走火入魔。云飞扬，你奇缘巧合，看来这是天意，是祸是福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现在开始练三阴会阳，云飞扬盘气运气，轮姑娘你归右，凤儿你归左，左右出掌。嘿嘿嘿，太阳穴。沈夫人，我们现在还等什么呢？破茧。我们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，大哥他会不会？他不会死，他现在的情形好像一条蚕虫，接茧自缚，睡了本身的形状，然后变为蝴蝶破茧飞出。变成天蚕神功了，恭喜大哥！多谢夫人，这次我们武当有希望了。为了武当，
为了我爹，我要回武当清理门户。不知夫人有什么打算？我跟凤儿找个隐蔽的地方，平平静静地过完下半世。那也好，师姐，我们回武当。属下参见少公主。你们打听到龙婉儿的消息没有？我们找遍了武当山，都不见她的踪迹。少公主，你这样关心龙婉儿，莫非对她动了真情？哼，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属下担心少公主会被儿女私情，误了大事。我爷爷的大仇已报，武当也在我的掌握之中，还误什么事？青松燕冲天已经死了这么久了，属下奇怪少谷主为何不恢复逍遥谷的声誉，继承先世的遗志。如果逍遥谷要重振武林，一定要铲除无敌门的独孤无敌。独孤无敌所祭之天蚕功我没办法练成，也都不知道迷踪剑影可不可以对付灭绝魔功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操之过急。少谷主英明，属下佩服。金阳，婉儿，云飞扬，我相信龙婉儿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。不错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清理门户，再有就是替父报仇。好，云飞扬，好一个替父报仇！看来云飞扬不像被人废了武功，而且功力大增。我也感觉到了，婉儿。那你呢？傅一书，我知道你本性不坏，但是你所做的一切我绝不能就此罢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了。动手。我你呀，还马上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哇，傅一书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师姐，这儿交给我好了，你去请师叔他们来。嗯。云飞扬，士别三日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别说那么多，动手吧。好。快跑！
天蚕宫。啊你总算为武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云飞扬，你真是行，不枉我们忍辱偷生，受这家伙欺辱。是啊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出人头地的。是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两位师叔，云飞扬希望两位以后能够好好的主持武当大局，继承师祖数百年的基业。云飞扬，你打算去啊？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。浪迹天涯，不怕寂寞。有人肯陪我吗？我肯。